我呀？这你叫我吗？你觉得像我是不是？我大宝好听话的，叠被子。那谁叫我呀？呀，又叫我了。谁呀这是？呀，二宝啊，你干嘛、啊？你在这呀？吵啥？我的牙膏没有啊。我看看，你牙膏呢？呀，奥特曼的牙膏又没了，那我给你拿新的去好不好？二宝的牙膏又用没了，用的好快呀！我给他拿个新的，我前两天刚买了，又给他换了换牙膏，刚买了两只那种小兔子的牙膏，在哪儿了这是？呀，在这儿了，看到了，你看，给我一个呗。对，你看这个牙膏它是儿童防蛀牙膏，防蛀牙的，知道吗？一个是甜橙味的，一个是草莓口味的，而且它还是个挤的呢，特别方便用起来，知道吗？你这是牙膏，专门为儿童。你的蛀牙，我看你的牙，你看你里边那个黑牙，你就用这个刷就特别好。这个给你了，来，妈妈给你挤上一点，这样按压特别方便，知道吗？也不浪费。这个新的多加上两下，你看，哇，真的是草莓口味的呢。啊，挤多了给你，快刷吧刷吧，快赶紧刷吧，刷了上学了，快迟到了都快。二宝贝会不会刷牙呀？上刷刷，左刷刷，是不是啊？一定要把牙齿刷干净了。小朋友们会不会刷牙呀？怎么还接着了？这糖吗？这是？快点的吧，妈妈等你啊。